最后一首之前，我们也告诉过大家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啊，然后就是因为这首是我们写给外婆的歌，我们特意把它放在今天的最后一首啊。外婆小的时候把我们三个人带大，然后我记忆里边我们的外婆就永远那么的慈祥，然后她经常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就等着我们放学回来，然后做好了饭等着。我相信你们的外婆都对你们都是那么的好，对吗？然后我觉得大家对于外婆的情感就是要用歌来表达的。然后你们如果有那个闪光灯啊，不对，手电筒，然后你们就这样举，反正天也快黑了。然后因为我们的外婆现在已经去了天上，然后我们很想她，然后我们征集了很多网友朋友们和自己外婆或者奶奶的合照，一会儿会放上来。然后就算你的外婆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让他们或者远方的外婆让他们看到，好吗？好，这首歌名字叫玉珍，是我外婆的名字。大世界。
两个人呢、啊。风吹皱了他的手啊，还想他拉着我慢慢走啊，走到温暖金黄色的旧屋子啊，那是我天不怕地也不怕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